9月2日，一组张震的近照罕见的在社交平台上曝光。照片中，张震身穿渐变红色西装搭配墨绿色长裤，对着镜头凹出多种姿势，不时端正坐在镜头前，不时开始做出严肃表情或摆出帅气 pose， 帅气型男感十足。而除了帅气引人注意外，他手上戴着的手表也格外抢镜。据悉，这款手表售价高达60000，可谓是豪气十足，手表配上他独一无二的气质，更是让他有了另一番的成熟男人感。网友们在看到张震的近照后，也纷纷表示了对他帅气的赞同和认可。帅气张震多多营业啊，好帅！今年44岁的张震仍活跃在演艺圈中，他参演的电影《沙丘》将在威尼斯首映，阵容除张震外都是国际化演员，更是有海王、甜茶等知名国际演员。可见张震在国家上的知名度和被认可度，如此用心的作品和神仙阵容，相信上映后将好评无数，也期待此部影片中张震的表现。